子怎么8:45了？快点，杭阳，你怎么我不叫你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啊？8:45了。可是你刚刚也不长这样啊。哎呀，就涂了一个素颜霜，你试一下嘛。你以后早吧，任何赶时间的时候涂一个这个就够了。质地做得非常之润，不需要手法，咱们直接乱涂。伪素颜的秘诀就是没有粉感，感觉皮肤天生都这么好一样。而且它这个颜色做得非常自然，连你背也敷上。像你这种黄皮肤都不假白，它在提亮肤色的同时，还会保留咱们自身骨相的阴影，不会像那个气垫一样。万一是一个大白脸，还不如不画。夏天肯定是会流汗的，但它就可以避免留白烫的尴尬。还是一个养肤面霜，加了好多大牌面霜同款养肤成分，边美边雅，而且还不用专门洗，洗面奶就可以洗掉。这不比粉底好用多了，小小一个可以随身携带，走在路上一片美容。以前都要100多呢，我去跟美美方大谈特谈，现79.9，有2瓶，用到明年夏天都够了。不过他们没有给我保量，你们看到有货就赶紧扛。